吃了几包了？好吃吗？嗯，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哪个最好吃？跟海底捞的那个爆苗一样。 延安突发奇想的吃播环节，环节一。我们这粉丝。嗯。这个太棒。 这个肉糜的柔软，不是，这个肉末的这个软绵的口感和这个青椒的这个爽脆的口感融合在一块儿。环节二，撒回去立刻给粉丝。 夹的蛮脆的，表皮是脆的，但是你吸进它，它里面就是那种像棉花糖一样绵绵的拉丝感。嘎嘎响！当延安一夜没睡，还要继续打工时。 帅哥，再给一次机会。 不太喜欢喝奶茶这种，有点淡。你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别动！怎么这么多？ 帮你。
穿过所有浪漫银河，所有城市烟火，只为在你心头降落。我该要如何如何如何，让过去的失而复得。